集中吃东西吧。你问我，你要问他。哎，可以煮。没有，我是说不方便吃东西。这不是可以直接喝吗？哦，对啊，我有买这个，我去买外带回来，像肉跟面什么的，我赶快到这，因为一直在那个塑胶不好。对对对，我就赶快到这。这肯定要超大漱口杯，你要你去浴室漱口就用这个，刷牙用这个。你儿子也很超帅，他很好哦。对，但这个这还蛮酷的。我放这个煮东西给你吃，我觉得还蛮帅的。对，他直接就可以吃了。我这不是这个，边看电视或边玩他的手游。啊，这样煮是不是会烫到？会，就是哦，还好。因为你记得火大概在哦，因为都是小火、啊，一点热全盘热，它不用火太大。对啊，我说这个你平常都用小火，你不是用这个比较省？火苗没上来，这里没有什么。你不是要省能源吗？其实、对啊，对啊，你不是要用小火啊？你这个用小火，你要怎么煮？丢丢丢丢丢，介绍要可以可以，说得很好。啊，这哪个比较重？你拿。690六百九，对。